上车啊。我觉得不太适合我。手放在这个两边，对，然后肩部下去，用肩扛着它，对对对，从这边下去，好嘞，来，我来护着你啊，好，来起，落，来慢一点，落，走，走，落，对，好，准备呼气，走，起，好，来准备，再一次，那个放，放松啊。落，落，吸吸气，老盯着我干嘛呀？难不成是因为企业我太帅了？就，随口问一句啊。啊。小熊，他以前有什么交集特别好的男性友人吗？嗨，我跟你说，那想当年啊，我们这108个兄弟，那是唯熊老大马首是瞻，熊老大指哪，那我们就打哪，绝不带说一个不字。你们108个兄弟啊？嗯，虚数。艺术渲染嘛，反正就是兄弟非常非常多的意思。嗯，总之呢，我们熊老大那是魅力无限大，他就是在家放一个屁，那我们都能感觉到为之一振。真的假的？哎呀，这是夸张。不过话说回来啊，在这么多的兄弟当中，那熊老大还是跟我关系最好的，那毕竟是穿同一条裤子的关系嘛。你们穿过同一条裤子？对啊，我们可是铁子，能为对方风里来雨里去的。简单来说就是，他爸就是我爸，我家就是他家。哎哎哎，你怎么走了呢？不是，自己要问老大男性友的关系吗？这会儿突然变脸，奇了怪了。不喜欢干嘛问这么多？还是说他有什么难言之隐？考的怎么样？我觉得考题还挺简单的，至少过线是没有问题的。
话说晚上要不要去 KTV happy 一下放松？男生宿舍我已经约好了，女生宿舍一个都不能少哦。那严科，严科和他们宿舍的也会去吗？当然去，一个都不能少。哎，把水杯拿上。哦，人多一点才热闹。啊，走走。搬出去住啊？是在生我的气吗？哟，美女，怎么一个人在这儿？找男朋友？啊，不是不是。大一的吧？哪个院的？哎，你别害怕呀。我也是苏华大学的，我是你学长的。要不来我们包厢一起唱歌？啊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来嘛。啊，不用了，真不用了，真不用了，真不用。来吧，真不用了。舒马，你想带我朋友干嘛来着？白宇泽，你们啊，误会啊，都是误会。你们聊。你怎么过来了？英雄救美嘛。谢谢你啊。哎，他刚刚那句哦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觉得什么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呗。啊，走了。严科。学长，你怎么来了？我顺便慰问一下学弟学妹们。大家随便喝，来，要不要喝一点？那你觉得怎么样？不太适合我。你以为没人跟你抢？你喜欢的东西，别人也惦记。你要不要唱什么歌啊？我帮你。哎，不行，咱们点歌去吧。有没有人唱？走吧。那我就随便点了。走了。来，你看这些怎么样？啊，你把排行榜这一圈都点上就行了。行。哎，我觉得这首怎么样？他的新歌。哎，这个好，这个严科喜欢。哎，这个好。这个我听。那就这些吧。好。
厉害了。过去一下。奇怪，好厉害，一模一样的唱，唱的什么呀？女人善变，意大利语。我的家在东北，松花江上游，五连的关公战长沙，洗脸又刷牙，我整装待发，黑脸的张飞，叫渣渣啊啊啊！小熊，你今天怎么心情这么好啊？对呀、啊，那是人家今天要去参加学校的新生宣传照，能不好？啊，那严苛也回去了，怪不得小熊这么开心。就是，黑脸的张飞叫哦渣渣渣。哎，行了，别吼了，唱不上去还吼，谁说唱不上去？渣。同学们都是我们学院老师们选出来的新生代表啊，我也相信大家今天一定能配合我们摄影师的工作，完成学院交给我们拍摄宣传照的这个任务，好不好？好。唐辅导，严苛今天还来不来了呀？是啊是啊，严苛不来了吗？我打扮了一早上，就等着跟严苛拍照呢。哎呀，来来，矜持点，矜持点，他来你们就不拍了。不来了。先把你们自己拍好，他一会儿就来了。唐导，哎，来了来了来了来。哎，给你们介绍一下啊，这是你们师哥，摄影系的白宇泽，也是今天负责拍摄的摄影师，大家好好配合啊。哎，这儿交给你了啊。行，好，嗯。哇塞，我今天撞大运了，不仅有严苛，还有白宇泽，他谁呀？他就是白学长呀，人长得又帅又会拍照，哎，摄影比赛获过国际大奖呢，这么厉害。那今天得让他帮我们拍得美美的。嗨，来看镜头，看这里。对，同学，眼睛这么美，藏起来多可惜啊！眼睛摘下来嘛，藏起来多不好看啊！试一下。对对，就是这样。看这边。对，很棒。后面的女生不要那么严肃嘛，笑一个。对对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保持。来一张，看镜头，很棒。小熊后面的女生不想看镜头的话，可以看一下我啊。对，来，就这样，咱们来一张。好。这话说了跟自来水似的。来，我们准备一下，大家一起来一张。等一下。这样。来，大家准备一下啊，咱们来一张，三、二、一。就算是假装看书，也不能反着拿书吧？啊，哎，别那么苦大仇深，眼神里要透露出对知识的渴望。渴望？试一下。嗯。对对，下巴再收一点。我是这样。这边，还是严苛来了吗？别乱动，别乱动。啊，好像。
你快点拍。大家都来了吗？哇，熊班那组都快拍完了。小哥哥，笑一个嘛，别那么冷漠。不行。那你好歹看一下镜头啊。你这不看又不笑的，我怎么拍嘛？你不是摄影师吗？怎么拍是你的事情吧，不是我的。行吧，看你这么信任我，我就随意发挥了。哎，这几张拍的真不错啊！你说是因为我拍的好呢，还是你长得帅呢？你看看，不用了，你有脾气啊！两个男生坐在一块儿也太养眼了，一个高冷钢琴男神，一个狂傲摄影天才，真的好难选哦。反正不管你们选谁，就只要白宇泽。他们很熟吗？同学们，今天咱们最后一个拍摄主题呢是青春，让大家换上高中时候的校服，也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回到高中时候的那个样子，找一找对大学生活最憧憬的那一刻，好吗？好，来准备一下，咱们开始了。哎，学妹，你高中的时候样子也没想到这么可爱。哎，下雨了！哎，快快快快快！应该是一阵急雨，咱们大家再等一会儿吧。那我们这么多人就在这里干等啊？对啊，这样要等多久啊？正所谓月黑风高夜，杀人放火天，这种天气消磨时间最好的方法就是讲鬼故事。好好好，讲鬼故事，好，我同意。哎，快来，我们围成这样的天亮讲鬼故事，来。哎，小哥哥，去哪儿啊？害怕了。听。在讲故事之前，我有个问题想问大家，咱们这栋楼，就是东楼啊，你们发没发现有什么不对？什么不对？什么不对？你们居然没发现，这栋楼从来都不开放正门，
就算是四级考试的时候，也只是开放侧面让同学出入的。是吗？是的。哎，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众所周知，我们学校是一所百年名校，时代悠久，经历了历史上好几个重要的时期。这栋楼里其实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。什么秘密？传说啊，这里以前是开正门的，直到有一次，一个上自习的女生学习太拼命了，不知不觉就在这儿学到了五年。女生爱美心切，不自觉的就会去看镜子。出现了一个人影，啪嗒，就剩下他的书包躺在了镜子的面前。久而久之啊，这栋楼就再也没开过正门。啊！有黑影，我看到了！我看到了！我天哪！我看怎么弄成这样了？没事没事。哎，不是哪儿没事啊？二楼有医务室，你跟我过去看看吧。这感染了怎么办呀？等会儿我看一下。这就是一擦伤，没什么问题吧？哪就擦伤了？哎，有点疼。疼啊！你赶紧去吧，走走。擦了吧，这擦真的要破皮了。都怪我，非要听什么鬼故事。其实这都第二次受伤了，哎，这要有什么事儿该怎么办呀？无论是哪一次，都不是你的错。更好这个伤也不严重吧？真是麻烦你，本来是看你练琴的，结果被我抓来弄这些。那倒是没事，可是怎么就只有你一个人啊？你队友呢？就我还在学校嘛，而且钥匙也在我这儿，所以他们就我啊，你压到了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上次也是因为我，这次也是因为我。哎呦。真的没事，别动。听说你要搬出去住啊？我为什么呀？是因为学校住的不舒服吗？还是因为不想看见我？你别多想，是因为住宿舍练琴不太方便，所以才搬出去的。啊，这样啊。哎呀，你看我这笨手笨脚的，我给你弄松点儿。没事的，真的没事。我来的不是时候。有什么事儿？雨停了，唐辅导叫咱们去拍照。哦，好，这就过来。等一下。我的手现在好像还不是太方便做任何的事情啊。哦，那你在这儿休息吧，我替你向唐辅导请假。你放心在这儿休息，我帮你搞定。等一下。
对啊，我的确喜欢过老大。哎呀，不是不是，那我喜欢的女生多了。我想想啊，我喜欢过八班的小姐姐，七班的小可爱，哎，还有我们班那个小仙女。我那可是万花丛中过，片叶沾身呐。哎，但是我们老大就不一样了，他死脑筋，他就喜欢严苛。说到这个严苛啊，这个人呢很奇怪，他每次看到我的时候，那眼神都能喷出火来。哎，你们帮我问问，那他到底对我那是什么意思啊？说是讨厌吧，我觉得不太像；说是欣赏吧，我觉得也不是。哎，反正就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。哎，你们帮我问问，听见没？不是你，你不会没录吧？